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呢，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歌手，就是江美琪的《二十年的情书》。那这张专辑呢？那这张应该算是精选集啊，它就是有收录一些江美琪非常脍炙人口的情歌，比方说《双手的温柔》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想起我又想起你，再一次也好。东京铁塔的幸福，我多么羡慕你。朋友的朋友等等的，我也是看娜娜大歌厅，我有访问到江美琪，她就是说，这个那么好的声音，应该要支持一下这样。那她这个也是她出道二十周年的纪念水晶胶，然后她也有编号，我的是325号。那她其实她整个设计还蛮特别的，不同于其他的黑胶唱片。它是以有点像是信封的方式这样打开，我想是呼应它的这个标题，就是二十年的情书，所以像是一个情书的概念这样。然后里面它有附一张明信片，就是它的封面的照片。那它的歌词本也是有巧思，因为不就是像是情书的概念，所以它是一张一张纸，有点像是信纸的感觉。它就是歌词本，每一首歌都有一面歌词跟一个介绍这首歌当时的创作的情况这样子。就是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然后是想起第四张专辑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一张介绍。那专辑的部分呢，就是长这样子，二十年的情书的水晶胶。所以啦，我就是还蛮喜欢它整个包装的概念，我觉得很有巧思，也很用心。所以我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一开始以为我只是普通的黑胶，但是还有一点小惊喜，我觉得还蛮值得鼓励，还蛮值得嘉许的。然后这硬的品质，也是还可以。所以喜欢江美琪歌声的朋友，我觉得要好好支持一下。这是今天的开箱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。我的爱是你沉重心。